邀请您加入赢家的行列。全国亲爱的投资朋友们，大家好！时间真的过得非常的快。我记得在去年的双十国庆的那一天，我记得很清楚。前一天的电视节目上，我记得我有送给大家一档股票，也叫做双十国庆。结果这一档股票，我也一样讲非常重要，讲三次，各位全力重压。结果这一档股票在国庆过后真的狂飙了一个大段。那我今天跟明天就是双十国庆，我一样也送给你们一档股票。那各位如果有那个缘分，你就打电话进来要好吗？我不会强迫，好不好？那非常重要，我也讲三次，好不好？全力重压。那全国亲爱的投资朋友们，你知道这段时间以来利豪为什么一直要跟你提到真的来回做价差？各位，这种行情，这种台湾的股市，你不来回去做价差，你要怎么做？各位，我让你看三档股票好不好？你注意看我今天侧标上的两只股票，我在昨天怎么跟你讲？我说四星 KY 跟微盈啊，各位你要记得买回来。昨天我们不是买四星 KY， 昨天手机不是给你看吗？买1800到1820吗？来，你不相信你看，来，我昨天不是跟你讲吗？你看，各位做股票你真的要懂得来龙去脉。你看昨天，各位昨天里面我不是讲四星 KY 吗？有没有？有没有四星 KY 买1800到1820？有没有？这是不是昨天的？那各位昨天有没有成交？全部成交。你看，注意看哦，这档股票昨天全部成交哦，昨天最低1805嘛，对，昨天是不是收1855？各位你看到今天，今天最高1955。好，各位来，这档股票我昨天叫你买的时候你可能不会买，对不对？那各位到了今天，这只股票冲上来了。那你如果说真的你在昨天你跟着买，那四星 KY 各位到了今天你赚135块。你如果昨天真的去买了，各位到今天9:25拉到最高1955，各位你的价差135块。你如果说各位这档股票你买10张就好，各位这档股票你是赚135万。那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们，你如果说认为说哦，老师你只有叫买进，你有叫卖出吗？各位我现在拿给你看，请你认真的看完我的节目，你也可以录影存证，你看看我今天早上四星 KY 我几点叫出，好不好？你再看看它收盘好不好？各位你看了，注意看了，我昨天是不是买1800到1820？各位今天收盘是收什么？收平盘，对不对？各位今天最高多少？最高1955。你相不相信我们真的是出到最高价，平均都出到1940到1955？各位如果我造假作弊，我退出股市，请看。各位 你会买股票你要懂得卖股票。你看今天早上，今天哦，今天一早开始哦，各位你看看我在讲什么，一大早我就在讲卖出了。各位一大早注意看哦，一大早会员注意，温馨的提醒，3661的四星现在1955了，另外微盈6669微盈现在1870了，短线上昨天有买的人都可以先全部出场 哦，不要再问了，全部可以出场，不要再问了。各位今天两个字，早上9:28。好，各位我全部出光了，各位你我全部出光了，我今天一大早我全部出了。如果你不出，各位你看收盘，收盘打回到1855。各位你看看，我跟你说盘中四个半小时重不重要？非常重要。各位盘中四个半小时很重要，收盘收到1855。各位我让你看一下，你注意看哦，我不是只有今天早上，我不是只有，各位注意看，我不是只有在这时候跟你讲，我是一大早9:01就在提醒了。各位你看那今天早上，我其实早上有没有，早上9:01就在提醒了，那时候的四星在1930而已哦。各位结果你看我 连提醒三通，结果你看四星来到1950了。你再看看这一通，这一通就是我跟你讲的，刚刚给你看的1955了，有没有？有没有看到？我连续提醒三次，叫大家四星 KY 有昨天有买到有赚到的全部出了。
我连续提醒三次，所以从1930一直提醒到1955全出了。那各位你不出，你看收盘打回到1855。各位盘中四个半小时重不重要？超级重要。所以我一直跟你讲，你真的，如果你真的不会做，你来找陈立好，真的。各位，你看10月7号里面，这里面我们不是买四星吗？我们不是买这微盈吗？各位，到了今天四星赚135，我们来看微盈。好，各位来看微盈。各位，微盈昨天打下来，我们也是一样，很多的会员去买哦。你看微盈昨天来6669，各位注意看，昨天微盈再怎么样都买得到，因为都在低档啊，都在低档。各位，当它打下来的时候，你敢买吗？你敢进吗？你如果不敢进，各位，我们买，我们有买啊，微盈，我们有买微盈。那各位，到今天赚140块，你敢进吗？各位，10张就好，真实富贵，千真万确，10张赚140万，抢短而已。各位，抢短而已。那各位，我也是一样，一大早就在建议出啊。你看，各位，微盈有没有？一大早1870左右有没有？要出全部出，不要再问了，有没有？各位，今天两个字，我不会造假作弊。今天两个字，有没有？那各位，你看要不要出？你看，今天最高多少？今天最高拉到1875，出掉了，收盘收1805。各位，你看到了吗？各位，什么叫盘中四个半小时？什么叫盘中四个半小时？你要懂得买股票，要懂得卖股票。各位，这才叫真正的赢家。所以各位，你看，如果你不出，各位收盘1805，各位价差差70块，对不对？各位，我做股票，我已经跟你说过了。盘中四个半小时比什么都重要，不是在盘后在吹牛比赛，那个没有用。那个盘后在吹牛比赛，那个每个都会了。你知道为什么投顾现在被人家定掉？外面很多人在讲，现在那个诈骗集团有没有？为什么会这样？就是因为太多的这些老师，没有办法，太多一些真的是没有水准的老师才会造成这样，没有办法，整天造假作弊欺骗吹牛最会。没有办法，各位，所以 我已经跟你讲，我们为什么买股票卖股票要打在侧标上，原因就在这里。你听得懂意思了吗？各位，你看这档股票，这只股票叫做君豪，有没有？为什么我们要出？我不是跟你讲到昨天赚18块吗？是不是出掉了？是不是出掉了？君豪，好，各位，我为什么要出君豪？你看，各位，昨天我不是拿给你看吗？有没有？昨天我不是拿给你看吗？我为什么要出？各位，你看一下，我为什么要出君豪？我赚了19块，极大值我就全部出了。我为什么要出？你看，各位，今天打到跌停板，有没有？盘中打到跌停板。各位，你这样听得懂的意思了吗？你这样懂做股票了吗？我在跟你讲，你可能都不相信了，听得懂吗？那只是你看到了，哦，确实是这样，哦，昨天陈立豪说有买四星，有买微盈是对的，一个赚了135块，一个赚了140块，你有相信吗？那我为什么在前天我买了君豪之后，我昨天为什么要先出君豪？有没有？昨天我不是跟你讲10月8号出君豪赚19块就好，我这不是解得很清楚吗？侧标给你看吗？我昨天不是写在这边吗？有没有？本来赚13变赚18、19，我就出掉了，有没有？我为什么要打在车标上？当你看到今天又打回到，哎，你看盘中打到呢，灌到跌停板，各位你看到吗？但是各位，你要不要怕？你要不要怕？我又买回来了呢，我又买回来了啦，你要不要怕？各位，做股票有这么真的这么难吗？今天你只要知道它会涨到哪里，会跌到哪里，那很简单的，你就知道怎么做了，知道吗？所以各位，你再看看。当初是华城，我是不是出666？华城，我不是也跟你讲出666吗？你看，各位，我那天华城我不是出666吗？对不对？那各位，华城是不是后来打到616？你注意看，你看，各位，今天这档股票哈，
还有昨天我们不是买吗？买那个打到616有没有？今天要涨到6633哎，我没有理他，我没有理他，收盘收615，还在这里啊？你看还在这里，还在这里有没有？各位，你有没有发现做股票你要懂得来龙去脉？各位，真的，我一直跟你们讲过，说盘中四个半小时真的比什么都重要。如果你真的你没有办法去理解，那各位我真的帮不了你，知道吗？你看看这档股票，你看宏硕，来，宏硕是不是也出了？有没有？各位，宏硕是不是也赚了165块？165块，10月4号买的，10月7号就出掉了，对不对？是赚165块。好，各位，我为什么要出宏硕？我为什么要出宏硕？各位，你看，各位今天杀到1820，各位看到没有？我是1895涨停板那一天出掉的，各位今天杀到1820。那各位投资朋友们，你相不相信我今天叫会员买又买回来的，你知道吗？你相不相信？你相不相信啊？你看，各位去看，今天两个字，9:45就在讲哦，9:45就在讲哦，各位注意看哦，你看这个。哎，看看，9:45就在讲，有没有？3131的宏硕1810到1830可以买回，各位，很多会员跟我讲，老师不会来，不会来，不会来，各位看，1:24:38来到1825，有没有成交？成交了。我是几点讲的？9:45讲，欸，来了没有？来了。你如果成交了，尾盘收盘收多少？各位看3131，尾盘收盘收1845。我说1810到1830买的，最低杀到1820。各位，手机是不能造假作弊的，它是可以移动的，听得懂吗？所以我已经跟你们说过，其实在台湾做股票，你要懂得来龙去脉，你要怎么进，要怎么出，我已经跟你讲得很清楚了，好不好？所以各位，真的，我说过啊，明英大师说啊，用$530,000可以炒股，可以炒出3亿美金，我真的相信，我真的非常相信。只是说 你怎么做的方式而已，好不好？你怎么做的方式而已，各位，绝对不会是天方夜谭。你300万要变成3000万，真的可以马上来电。另外各位，如果说你要跟着利好，那跟着利好安心放心又开心，一通电话我真的可以帮得到你，你听得懂意思吗？所以各位，如果说你今天要一档股票，各位明天放假，明天放假我送给你一档股票，明天双十国庆嘛，对不对？我刚刚不是说过了吗？双十国庆，我记得在去年的双十国庆，我国庆日之前我也送给你们一档股票，结果那一档股票狂飙大涨，对不对？那今年的双十国庆我也选到了一档股票，各位说了你不见得信，好不好？买的会发大财，放着也很爽，好不好？你可以全力重压，好不好？非常重要，我讲3次，双十国庆，好不好？说了你不见得信哦，买了你会发大财，放着你会很爽，好不好？可以全力重压，非常重要，我连讲3次，双十国庆。各位，这档股票一样是100到200块之间的股票，大家都买得起，大家都买得起，好不好？这支股票送给你们。那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们，我刚刚已经跟你说过，像做台在台湾做股票，你要懂得心里面，你要懂得心里面，三大法人主力大户，我可以告诉各位都没有方向的，真的。台湾股市这一波之所以会这么乱，是因为台积电，台积电各位是最大的罪魁祸首，因为它永远就是撑盘的要角，但是因为它占全指股，它出来撑盘的要角，各位明明可以先拉回修正，或者是让整个大盘先休息，它就偏偏要去撑盘，撑到最后，结果很多的股票筹码全部乱掉，而且很多类股轮动也就乱掉了，很多的股票，它占了指数，占了指数拉上去，很多的股票连涨都不敢涨，
为什么？因为基本面不好的，或者是滥竽充数的，有没有？或者一些主力大户要去炒作股票的，有没有？看到台积电拉上来，指数拉上来啊，完蛋了，指数垫高，给他就不敢再去拉抬其他的股票，因为越来越有风险呢。因为大盘像这种比较体质比较差的股票，大盘在拉回的时候，他就顺势就拉回了。你听得懂意思吗？所以他们就不大敢做。所以他为什么会影响到整个大盘？所以我就跟你讲，台积电成也台积，败也台积，原因在这里。所以各位投资朋友们，在台湾做股票，你要懂得来龙去脉。我为什么一直跟你讲，像比如讲说四星 KY 跟微影这两档股票，高价股我很喜欢做，因为它的来龙去脉我们比较清楚，我也不离不弃，对不对？你看那个四星 KY 昨天打到1800到1820，我就告诉会员赶快去买。那你今天如果是到今天，你马上赚135块，而且我怎么进我还怎么带出，对不对？刚刚不是给你看到我手机吗？从9:01开始就一直带出四星 KY， 告诉他们说1930到了，1940到了，1955又到了，有没有？对，你看连续讲三次，那我们出到最高价，对不对？收盘收到平盘，你看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要懂得来龙去脉该怎么做。你买股票不要笨笨的买在那边就摆在那边都不动，那各位要做股票的方式是不对的，听到吗？这样不对的。你看有一档股票今天也是一样，昨天打到95到96，昨天打到95到96啊，结果这档股票叫银广。很多人我的会员跟我讲，老师你要不要买，要不要买，要不要买，要不要去加买，要不要买，我说可以啊。各位你看，你看6117，各位昨天哦杀到最低95块，95块2。各位如果你真的有昨天你有去买，今天拉一根涨停板，哎，盘中拉到涨停板。那各位重点是什么？重点是拉上来的时候你要懂得怎么出啊。你看各位在这个之前有没有，你看在我在讲这个四星 KY 之后的这一通，各位注意看哦，这一通有没有，有没有看到？各位是不是讲104到106涨停，短线上可以先获利出场，有没有？有没有看到？为什么104到106短线要出场？你看各位，你看收盘又收回到101了，你看。所以说各位，短线重不重要？短线非常重要，真的短线非常重要，只是你怎么做而已。所以各位短进短出真的很重要，我也希望大家自己要了解为什么我一直跟你讲，从8月27号就跟你讲来回做价差，原因在这里。那各位，那这档股票我再次跟你讲，说了你不见得信，买了你会发大财，放着你会很爽，好不好？全力重压，你可以啊，非常重要。你我讲三次，可以双十国庆这档股票送给大家，好不好？各位，很多人在问我最近，他说老师，美国股市哦，哇靠，好恐怖哦！美国股市都一直涨，一直涨，一直涨，中国大陆股市都一直涨，一直涨，一直涨。各位，我昨天说什么？我昨天说什么？我说台那个什么中国大陆的股市啊，除了被套牢很深的出不掉的，有没有？或者你口袋很深的，有没有？摆着都一直摆着不要动它的，或者知道内幕消息的，有没有可以赚到这波的钱？但是如果不是这些人，各位不要再去买中国大陆的股票，对不对？我昨天是不是这样讲？各位你看昨天，你看今天是不是杀下来了？那你看那个昨天那个香港股市是不是暴跌2000多点？你看，你不要以为这个钱很好赚啊！我想那些阿呆小白带着钢盔往前冲的，永远是死在股市的人。人家内幕消息早就知道了，早就已经上车了。那结果报章媒体杂志出来之后，你才想去追，你钱多是吗？所以各位真的，好不好？这档股票送给大家。那另外各位最好的是你跟着利好、哦、你就不用去管太多的想很复杂的东西，我带你进自然会带你出，就像我跟你讲昨天买四星，昨天买微影，今天全部出到相对高价一样的意思，好不好？那各位跟着利好安心放心又开心，一通电话我可以帮得到你，所有业务都在等你，好吧？我们休息之后再回来。
向20000点新世代888惊喜价大步向前走，让您金融年一路赚到底。迈向20000点新世代888惊喜价大步向前走，让您金融年一路赚到底。惊喜专线02-8511-3366，8511-3366。投资这条路是孤独的，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。静心思考，20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似乎不够，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。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，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，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。鼎业投顾全心照顾，02-8511-3366。看全球财经台，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，您还可以这么做。网路影音平台 YouTube， 能上网就能看，而且免费。改变收视习惯，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。邀请您加入赢家的行列。其实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，你有没有发现最近美国股市感觉到肆无忌惮？你记不记得我前一阵子就在讲，我说美国股市真的是肆无忌惮，对不对？因为他在赌那个11月5号美国总统大选之前，各位本来就是会这样肆无忌惮。但是各位，今天有一个报道出来了，我常常在电视上讲了一个指数叫巴菲特指数，你记不记得？巴菲特指数是代表一个人气的一个指数。很多人他不会看，他认为巴菲特指数越高，或许对他的股市会越好。其实刚好相反，巴菲特的指数如果越高，代表这个市场太热了，太热的情况之下，各位就会有反转的迹象。所以今天的工商时报里面有一个报道，他写的不错，如果你有空回去看里面的内容，各位触及到 198.63 历史新高，一指股市已经遭到高估了，知道吗？巴菲特指数狂飙，美股恐崩盘。好，各位，来，那美国股市，他如果说美国股市 恐怖要可能要崩盘哦，那各位，昨天有一个报道又更好玩了。台积电，你看，各位，昨天的报道，台积电啊，目标价喊到1600。好，那我请问各位，台湾的股市跟美国股市是有相关联的，听得懂吗？如果说美国股市各位恐怕会崩盘的话，那各位，那台积电的 ADR 会不会受影响？会不会的？一定会，对不对？那既然台积电的 ADR 会受影响，他凭什么讲台积电会到1600？不是矛盾吗？所以我已经跟你说过，台湾的股市啊，报章媒体杂志，哎，我真的很想把它撕掉，用撕的，知道吗？随便看就好，知道吗？随便看就好。各位，在台湾做股票，你要跟我们一样，来回做价差就好，不要管加权股价指数。各位，你这样听得懂我的意思了吗？千万不要管什么加权股价指数啊！各位，加权股价指数纵使上到24000、25000、26000、28000，随便呐、啊，你的股票搞不好连涨都不会涨，没有人做就是不会涨。你看很多的股票，它为什么会狂涨？有人做啊，有筹码进驻啊，基本面再烂都一样啊，只要有筹码进驻，要涨就是涨。对不对？那各位，如果假设报章媒体杂志真的讲的这样，台积电会到1600，那全国的投资人就去买台积电就好了啊，什么股票都不要玩啊，
是这样吗？当然不是嘛。所以各位稍微用一点点脑袋在股市好不好，稍微用一点点心好不好。所以我们那一天为什么前天昨天为什么要出5443的均豪，为什么要出到161赚了19块要出，如果你不出今天杀到跌停137呢，那各位这档股票杀回来你要不要买？再买啊，还是会再创新高啊，再买嘛，只是你知道怎么做吗？所以各位真的跟着利豪安心吧，心有开心，一通电话我帮得到你，知道吗？各位这档股票送给大家好不好，说了你不见得信，买了会发大财，放着也会很爽，权力重压非常重要，讲三次，双十国庆好不好，各位祝你们双十国庆假期愉快，不要忘记哈，礼拜五还要上班呢，礼拜五还要上班呢，好不好？好，各位祝你们假期愉快，谢谢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